像我的前夫，像我一样离婚。他是病死的。如果你需要多点时间，我不想跟你上床啊。哎，又发作，这么麻烦，几岁了还搞这种事情？大姐，你的情况只能拖延。周小姐，周小姐，你行不行啊？周小姐，周小姐，开了！你是我怎么了？幸好没事，剂量在安全范围，不应该会导致昏厥。我晕了，这是什么？等事情过了，看我怎么整死！你先不要管这些。邱小姐，请你配合我们的搜查工作。我知道这几张是你伪造出来的。到底想怎样？不要你参加我团队。那这什么？第一个印象很重要的，不够分的话哈，先给上司。这边有错别字，那少了个逗号。郑毅到底在想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里的新实习生。不会吧？我没把你履历交上去啊！郑毅叔叔10岁的时候，我的妈咪也突然不见了。不管我怎么找，也找不到她。我再也见不到她。看你叔叔也难过。你的病严重吗？你会死吗？但是妈咪现在可以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陪你久一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4年前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情早已经结束了。我是王子，这里的头。王子？你爸是皇上啊，你也可以当我的 queen 啊。当你妈？我不想你在这里实习，没办法24小时保护你。那我就留在办公室里不就好了？你为什么不想他加入协会？其实我不想哥哥直接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。你好像都知道文明的心里的秘密。为什么他要你帮他说话？我今天整专程到来，不是只是想和我谈人性吧？我只是想亲自看看拒绝我的人是谁。我们是 CFI， 所有关于公司的物品一律不准碰。回想一件事，一件我不可能会知道的事。你到底是谁？